要小心了，小心小心，我们要过去了，小心小心，会变窄。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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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飞机加油！加油！飞机加油！飞机加油！飞机加油！师傅加油！加油！身体加油！师傅要加油！师傅要加油！师傅加油！师傅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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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加油！感谢今天来这里。支持我们的小草，还有各位支持群众，还有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在镜头前看那个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那再次跟各位说谢谢。那我是佩琪医师，那在这边我有几句话想要跟各位讲，因为这个特别的场合。所以我还是要照我刚刚自己领的声明稿来跟各位讲。那我陈佩琪，我绝对相信我的先生柯文哲柯主席的清白。那现在他被压在里面，那我是在外面，但我知道我自己的我知道外面的情况，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我现在在外面，我看到这些不实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满天飞，说我们有什么大量不明的财产来源，这个我要说，这个都不是事实。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来的，而且这些来源我昨天都有跟检方清楚的交代过。那我觉得是很夸张的事，现在很多的媒体都引用说一些独家报道转述我昨天在里面的一个证词，但是这些转述都是有一点偏颇跟片面的一个报道。那我们现在都要讲求说侦查不公开，那请问这个有做到侦查不公开吗？还是未审？还是对我的先生是一个未审宣判的一种报道呢？那我绝对会支持我的先生捍卫他自己的清白。那我绝对会相信他，会跟他奋战到底。那我在这里跟各位承诺，也希望各位的支持朋友还有小草们能够继续再给我们的加油鼓励跟支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好，那我们先让陈医师回去休息。